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酒厂。今天呢，你干嘛闪去旁边？今天要来乐高机器人第三种形态，好不好？之前已经完成一二种了，现在完成它第三种。今天要完成哪一个？我想要看那个蛇。蛇都做过了，现在今天来做这个发射武器好了。好，开始。就这里叫木板，不在木板变大桌子。哦，桌子太小了。所以这本他的心留好，因为他每一个机器人的组装说明书啊，他用网址，然后呢就可以到他的网址去下载他的说明书的。先把这只蛇拆掉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拆完了，总算可以再来重新拼凑了。山东。蓝色中间的这个。好啦，我们好不容易完成一个了嘛，我刚。组完的一瞬间我就知道了，它应该是其中一边角而已。嗯，这还得乘二哎。好了，合体啊！怎样啊？什么脸呢？我也合体。你说没有椅子哦？没有椅子腰很酸。腰很酸。合体合体，来来来。哦，原来合体。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腰很酸啊。要算下一个步骤，好，我们现在把 B 模装上去。B 模，好，啊，接线，交叉对啊，对，交叉就对了。啊，发现一个重点，嗯，电池要先装了。哦，等一下电池要先装了，等一下。什么东西？啊，过来可以装了，终于可以装了哦。等一下，版权。版权呢？好了，安装感应器，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。一边是压力感应器，一边是红外线感应器。装入，就像盔甲一样。好了，目前是这样子啊、喔。感应器，然后线也接了，这样子。哇，还有多久啊？还有多少啊？还有多少？哎、欸，快完成了！你看，我已经完成那么大一个，在这边了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哇，有种活塞感呢。嗯，蛮好的。OK， 好，来试着发射看看吧。哦，哎、欸，威力还蛮强大的，不错，还不错哎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完成了，终于完成了。哦，这个小怪物是等一下它的攻击目标。哦耶！是哪一台？是这台吧？下载。好，我们现在启动程式。哦。应该是按这个按钮，它就启动了。中间那个小。哦。哦。有，它自动侦测了。欸，没中欸。不过是蛮准的。哦，他这会追着他跑哎、欸。哦，是这样哦。对啊，瞄准完之后就会发射。哦、再给他一点子弹好了。好，各位正式开始哦。这次呢，设计了一点难度了。他呢，必须要找到他的位置。哦，这样子。好了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哦，哎、欸，马上就定位到了、欸。他感应到了，都误差一点，但是都误差一点点啊！哦，有有，太危险了，有。哦，正中正中，还没子弹，没子弹，没子弹，没子弹。好，就位。弹地球哎、欸！好了，各位，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EV3 的第三种形态。如果还没看过前两种，可以去右上角看一下。好了，老样子，如果你有什么编排的一些脚本，可以直接套用你家的脚本，应该是可以啊，对不对？然
然后再加上要怎么煮那个洗体出来，欢迎一下，提供一下，我就去把它做出来跟大家分享。今天就到这边啦，那我们就老样子，影片分享，明天就新影片，就这么结束。